Hello， 大家好，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演出。今天其实也不算一场很正式的表演，因为我这个活动呢叫做唱作剧家，是要让那个喜欢表演的人可以自由上台。那你们在入口的地方会看到一个黑板，你只要在上面填上你的名字，然后我就可以。就可以那个有三首歌的时间可以上台表演，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志伟主持人，然后今天台风天哦，那个大家刚好都出来聚在这边，那我们今天其实也一直在想说，今天到底要不要表演这样，后来是决定我们还是那个表演，然后。相信也有很多，就是像你们这样，就是晚上有一个好去处。那今天呢，人比较少，所以我们准备一些那个特别的礼物。我准备几张那个西迪的甜点兑换券，可以拿来我们这边摆啊。那如果我们这边呢？文宣比较多，那个艺文类的，突然出现甜点兑换券。那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有，待会这整个过程有出声音的人，我们就送他一张西迪的甜点兑换券。希望在这个台风夜里面，大家都可以花一点钱就是想享受一下反正工作什么也都会觉得很烦闷，那去西迪吃一餐我们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突然来了一点甜点兑换券想说分享给有缘人有出生的人，可以吗？弟弟，有了你们两个，马上给你们。好，那待会就照旧中间不管你。欢呼或拍手，我都算你们出声音，我们就把那个券消耗一下。我是主持人，先唱个两三首歌来开场一下。一首歌叫做《你变》，是一个大陆歌手张伟伟的一首很唯美的歌。突然来了一个 keyboard 手，好 ，keyboard 手，你要麦克风，keyboard 手叫黄哥里拉，他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好朋友啊，我们这里是有慢市集，平常有慢市集，那他。他是其中一摊的那个小子，就变成了烟，爱
人立刻感到明天已经来临，马路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牵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最大奖、因为我们最近有那个承接县政府的活动，那个附近铁花新聚落，暑期会有很多活动，除了亮热气球以外，那于是我们就模仿那个公部门、在表演的时候来点有奖征答。我今天有准备一个大奖，是那个台东名产干燥的洛神花，大家可以回去泡泡茶，那只有一个。因为它放在我的工作桌上已经快要半年了，但是泡茶太干燥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待会那个没有什么的报名，我就会问一些问题，然后答对的就送他那个干燥的洛神花，希望应该很多是游客嘛，带一点那个台东的记忆回去，浓浓的那个怀旧风。洛神花，
想要泡茶了。棉花糖。来唱一首九尾九乐团的歌，叫《棉花糖》。Even though